在玩什么玩具啊？就是这个。哎、嗯，这不是艾莎公主、嗯，是我和蝈蝈姐姐上一次为了你的那个生日准备的这个小公主，特别可爱。上次你们给我的这个艾莎公主，我特别喜欢。嗯，我知道。它又会出来音乐，又会转，对吧？嗯，对对，音乐盒旋转的。嗯，但是我今天要给魔力姐姐带来的是不但会转，还会飞的艾莎公主。嗯、飞？嗯，什么样子的艾莎公主？哎，这个好可爱，就是这个。哦，这个也是艾莎公主、嗯、是吗？对。哇，这真的会飞吗？真的会飞。那你快打开让我看一看吧。那打开看一下吗？哇，这个艾莎公主好漂亮啊，真的还在像跳舞的一个姿势呢。对，那怎么玩这个？你要帮我看一看。那我先给魔力姐姐看一下啊，这个打开开关的样子吧。哦，它也会转，而且也有音乐，跟刚才的音乐盒差不多嘛。你不是说它会飞吗？对，那我现在就给魔力姐姐看一下，飞了吗？见证奇迹。好凉快，好像小风扇一样。那我们找魔力大哥和蝈蝈姐一起出去吧。啊，我们已经带着我们的艾莎公主找来了蝈蝈姐姐和魔力大哥，跟我们一起在外面玩。玩什么呢？我们要玩让这个艾莎公主飞起来以后呢，在手心中接力。啊，它会飞哦！我们要接力吗？对呀、啊，一个人站这边，一个人站这边，然后让它飞的时候呢，去交到对方的手中，然后呢再回到起点。哦、这样的谁的时间用的最短，谁的队伍呢就要获得胜利。队伍呢就两两一组，怎么样？好，那我们先分组来，手心手背，手心手背。可以组。那这样，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呢还是有奖品的。有奖品的，所以呢我们要加油努力吧。哇，我要和魔力大哥先开始啊，魔力大哥，然后我起飞的时候小兵姐姐你喊你就计时好不好？好，我准备起飞了。用了几秒钟？3秒21。3秒21我们就失败了吗？那真真班长和哥哥姐姐要开始了。哇，我好紧张。发生了什么？是多少？2秒94。啊，我不相信。小兵姐姐，小兵姐姐谁赢了？谁赢了？魔力姐姐和魔力大哥。那我们今天玩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